我不知为何会常做同一个梦，梦中呢，有一个伤心欲绝的女子，在我面前跳下了一座桥。这女子可是你认识的人？应该不是。她一直背对着我，我看不清她的面容。每每梦醒，我都会心痛难忍。 几乎喘不过气了，难不成那是我的孽债？若依周公是梦之说，梦中之困乃人的弱点。唐昭，你从小天赋异禀，功法有道，乃凌霄派历年弟子之最。可实际上，你涉世不深，心肠柔软，这梦境或许正是在提醒你，不要因不忍而被女子所欺骗，错信妖邪。 昔日你的师父，就是因为同情和错信了女妖，才被害身亡的。弟子明白，凌霄派荡尽妖邪，绝无宽纵。唐州，一日都不敢忘。掌门放心，待我历练归来，您就会知道我的决心了。我相信你，绝不会让凌霄派失望的。 你若放人，尚有生路；若杀人，必死无疑。他骗你的，有我在，他不敢怎么样。接着说，说，越凶越好。说，我才不相信你这些屁话！我们花金族从来没有伤过人，你不还是要赶尽杀绝吗？你再过来，我真要动手了。他可能要来真的，打我，快把我打飞，越重越好。 打我！再饿的妖，也没有你难缠。 当日是我技不如人，如今我们妖多势众，我就不信按不死你一个凡人。不杀了他，我们今天谁都别想走。大家跟我上啊！闪！啊，妖怪！走啊，快走！走走走走。 这人嘴虽然毒了一些，但也不是坏人。要真是被恶妖杀了，岂不是我的罪过？康天师，我的莲花花瓣有疗伤的奇效，记得打不过赶紧跑，别逞强。我们此生不再相见了，告辞了。 快走快走！我记住你了，莲花精白漂亮。我这只小脚再走下去，可就要残疾了。我这一残疾，你也没有办法负责，是不？天师，你也说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像现在这样的情况，你也没有办法抱我走。再说了，天师，你瘦得跟麻杆似的，那估计也抱不动我吧？我懂得。 天师，这样不好吧？怎么那么多废话？
色即是空，只要为了捉妖，一切都无需忌讳。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善变啊？再说了，我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我哪空了我？是比空重那么一点点。严丹，一定要控制住自己，这不过是逢场作戏，马上就要谢幕了，千万别前功尽弃。